接下來呢，防守，防守連埋落去就係掛取，可以抽手橫步，防守，掛取，扣手底掌，三星錘，要連埋齊下，跟住呢邊一樣啦，抽手，防守，立手掛取，扣手底掌。唔係，就到時嚇。嗱，鏟底橋之後嘅破中手，火手掛錘，底掌唔係錘，底掌唔係錘，到時抽手。呢度嘅時候要注意咩咧？嗱，防守掛錘呢度嚇，底掌呢個連環錘咧，注意啊，揸住要夾埋中線，如果唔係撞傷自己嚇。又開始好嘅，睇到先，防守掛錘，扣手連環錘，掛錘扣手。手掛上，扣手底掌，連埋上。